这个皇帝是江苏黄体石的，这个手镯是以前小郑做的，他的金子是比较差的，所以这个手镯单独做，这一些就给他加金子，他做垂纹的。这个手镯我们就给他单独拢开做，因为这个金子好的跟差的要分开的，这个金子比较差，硬度比较高的。他以前圈口小啊，现在给他做大一点。这个金子差的很硬的。做第一只手镯的时候，发现这个算盘的金子也是有摩擦的，这里面它都是 K 金的，所以联系下金主，金主说决定把这些全部都换掉，换成金条做。现在我们给它全部融化了。两只手镯一个戒指做好，手镯都是我说我的圈口做的，都是亮面的。